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教你们做核桃乳。那些问我怎么让头发乌黑浓密的，你就可以多吃点核桃呀。力气小的女孩子用这个方法开核桃就没有那么费劲了。核桃仁准备好了，根据我多年喝饮料的经验，加点花生增香，一点糯米让口感更加浓稠，再放一点冰糖，食盐我们也加一点点。核桃和花生最好用水泡上一碗，泡完的核桃会减少涩味，多一点奶香味。准备好的材料一起放进破壁机，选择豆浆模式，没有豆浆模式的就像我这样，再把它们煮一下，煮沸就好了。我尝了一下，那一点点盐真的是神来之笔，味道更有层次了，可是口感没有那么细腻。我们再过一下筛，这样喝起来就顺滑多了。不过常喝的六个核桃2430是用专业的五重研磨工艺，还要更好喝一点。好了，我还是趁热把这杯喝了吧。